他怎么样？就我来帮你按，好吧？你就带着唱，我帮你按。好的，太好了。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两首赞美耶和华的歌。Thank you.
Thank you.
姐们，大家早上好，祝你平安。感谢神又一次把我们带来，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先一同低头，我们来默祷。我们邀请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单单的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首先我们一同用神的话语开启今天的敬拜。今天宣告的经文来自诗篇第八十篇八到十九节，请弟兄姊妹们一同站立。我们在神的面前，八到十九节，神的话语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万军之神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下面我们用诗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起低头，我们来祷告。耶和华万军之神，我们在昨日的清晨，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大君王，你是大牧者，你是大救主，你是大造物主，你以极大的万有充满在人世间，充满在宇宙当中，你更接的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你居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对我们说话，你感动我们，你在每一日每一夜，你的右手保护着我们，牵引着我们。主啊，我们在清晨又一次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神，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颗敬拜的心。主啊，你不看外貌，但是你看我们的内心，看我们的内心是否带着圣洁真实来敬拜你。然后看看我们的内心是看是照人的面来朝见你，还是按着你的心灵和心样来敬拜你。主啊，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一颗活的灵，让我们来敬拜你。因为按着字句人都会死去，但是按着圣灵我们都活过来了。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活的灵来在你面前踊跃的来敬拜你。神，你帮助我们在今天这个黑暗主混乱的世代当中，主帮助我们做光做盐，因为耶稣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你就是那最大的光，用你最大的光来光照我们。主，让我们今天在你的光当中行走，在你的真理当中行走。主啊，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你，求你在我们聚集的时候，你用恩膏来膏抹我们的心，恳求你的圣灵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主，恳求你将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主，帮助我们，求你此刻，主，你的宝血在我们内中做遮盖的工作，除去一切有形无形的拦阻，帮助我们今天的聚集在地如同在天。我们把余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给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们请坐。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读经的经文来自撒母耳记上第17章12到23节。撒母耳记上17章12到23节，我们用集音的方式来读。从讲台开始，17章12节，神的话语说，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日。再拿这10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要向他们要一封信来。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大卫把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哥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好，感谢神的话语。在前面几周呢，我跟弟兄姊妹们一直在分享关于意象，关于 vision， 关于我们的眼光，关于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怎么样按着神的眼光，我们走到一起来。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这个系列呢，我们借着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些问题，讲到基督徒生活里面的需要。刚刚读过的这一段经文呢，来自撒母耳记上17章12到23节的经文。
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呢，今天周遭的环境当中有很多很多自我励志的书，就是励志的书会告诉我们，你今天要成功，你只要有欲望，你只要有决心，你就会成功。数以万计的书会这么告诉我们，你要有那个决心，你如果有那个欲望，你就可以成功。我要告诉你完全的错误，有许多许多励志的书告诉我们，你想要成功，你渴望，你有那个决心，你有那个欲望，你就可以了。但是呢，今天的人有很多的人有极大的欲望，有极大的决心，但是你发现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成功，反而很多很多的人处在失败当中。可能这句话有一点点的对，要成功的话，当然你需要一个目标，你需要一个渴望，但是呢，同时你如果没有工具，没有技巧，你绝对不会成功。比如说一个农夫，他想要秋天的时候或者夏天的时候有大丰收，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人种菜，对不对？种各种各样的瓜，感谢大家，很多时候都冬瓜、苦瓜、蒲瓜送到我家里来， so much 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知道农夫他想要种那个瓜果的时候，他想要丰收的时候，如果他打算好了说秋天我想要收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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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呢他没有种子，但是呢他没有工具，或者说呢他浇水的时候呢浇的不够，肥料呢用的不恰当，怎么样？不会有丰收的。或者说当那个当那一块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杂草长出来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清理掉，那这些的植物，那些这些的吃的东西会全部的被这些杂草给挤掉，对不对？所以他要做一个农夫，必须要有正确的技能，必须要有好的方法，必须要有工具才可以成功。那圣经是怎么说的呢？弟兄姊妹们，圣经传道书十章十节说，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把这个智慧还有益处圈起来，弟兄姐妹，这里讲的智慧它直接的翻译就是 skill，就是你的技巧。然后益处是什么呢？它其实更直接的翻译就是成功。你有技巧，但得技巧指教便有成功。那么中文翻译的时候呢，喜欢把智慧跟技巧带在一起，所以就说得智慧便有益处。所以当你有技巧的时候，当你有一项的 skill， you will be successful。 所以圣经不断的告诉我们，你做事情你要有技巧，你做事情要有智慧便可以成功。所以不是什么伟大的那个决心，伟大的欲望你就可以成功。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你必须要有技巧你才活得下去。你在世界上面工作，在美国各个行业都需要一个 license， 对不对？一个 license 就代表你有那个 skill， 你可以做，你可以做护士的工作，你可以做会计师的工作，你可以做医生做律师，这些的 license 都代表You have that skill， 你有那个 skill set。 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想到在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要生存下去，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要生存下去，我们需要技巧。所以我作为你们的牧师，我非常的爱你们，所以每一次你们来 If you pay attention， 每一次讲的都是一些生活的技巧，让你带回去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你怎样的去处理每一天的生活，怎样去面对世界，面对撒旦，还有面对一个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你怎样面对自己？我们那个自己常常跳出来做我们的敌人，去压制我们。所以圣经说，如果一个铁器如果钝了，那个斧头如果钝了的话，你就要更多的花费力气。比如说你去砍树，这个斧头很钝，他这里就说呢，你就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因为你这个刀这个斧头不快嘛。但是如果那个斧头很快呢，不用，因为你有那个 skill， 你就可以这样子，你就可以把那个树砍掉。所以最近有一次我去一个餐馆里面去
碳烦，我就观察到他那个面呢、啊，在那个大锅里面啊，弟兄姐妹，很多很多的面。那我就说，哦，这么多的面怎么搅拌得动？靠着我这么细的手臂怎么搅拌，弟兄姐妹？但是我看到那个 chef 厨师开始搅拌的时候，他有一个 skill， 他有一股怎么样巧力，巧力就把很多的面这样子在那个锅里面 ，Do you understand？在那个巧用那个巧力在那个锅里面把那个面这样子料放进去之后把它搅拌起来，从这个 observation 里面我就发现，哇，神就告诉我们，许多的时候你的刀刃不快的时候，你用的是蛮力，你用的是那股劲，但是神如果给我们技巧，如果我们有那个技巧和智慧，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用那个技巧去做事情，我们就用巧力。所以很多人他的生活里面靠的是一股蛮力，没有智慧，就凭着力气去做，那个力气不会持续太久的。但是如果我们有那个技巧呢，我们便可以成功。所以传道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技能可以带来成功。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去工作去干活去做事情也好，不是看你力气有多大，弟兄姐妹，这里说的看你有多少的技巧，你有那个 skill， 你做事情做起来就轻松。所以有些人 做事情起来他就轻松，对不对？有些人他没有那个技巧，他做不下去，他就放弃，他就 give up， 没力气做。所以他就告诉我们，铁器钝人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气力，但得技巧指教便有成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我们的刀刃磨得快快的，这样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就不会觉得很累，这样子在我们的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便不会觉得很累。所以任何时候你来到教会当中，弟兄姐妹们，你就是把你的那个刀磨快，因为每一次你来的时候，你在属灵里面被圣灵操练，你在属灵里面在那里学习，你每一次来参加 Bible Study， 在主日学，在祷告会当中，你不是在那里浪费时间，你再把你那个刀把它磨快磨快磨快。所以很多时候你在生活里面你觉得很难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的刀刃已经不快了。所以你觉得最近很难，最近日子很难过，灵里面很软弱，刀刃不快，打不过那个世界。但是你如果获得了那个技巧，你有那个力量，你就可以胜过去。所以每一项做事情我发现都需要 skill， 都需要技巧，都需要一些技能帮助我们去对付生活里面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怎么样用什么样的技巧去对付我们生活当中那些常常否定我们的人，常常否定我们，哦，你不行，你不可以，你不会成功，怎么样去对付那些否定者，怎么样去对付那个跟我在生活当中常常跟我们唱反调的人。所以一个否定者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们？一个否定者就是当有事情我们要做计划要做事情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一定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跟我们讲，不工作，这件事情不行，这件事情不可能，你做不了，不是你，你不行，你没有那个能力，就你那个样子。习惯性的一次一次一次的用消极的想法来衡量你。我们多少人在生活当中有遇到这样唱反调的人？我们很多很多时候会面对这样的人，他们会跟我们讲，你不行啊，你做不了，你考不上，你没有那个能力。可能你的你最亲爱的，你的配偶就是这样习惯性的否定者，弟兄姐妹们，他一次一次的否定你，一次一次的说你不行，你赚的钱不够，你不顾家，你不爱我。 So everything basically is no， 你不够，你不够。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习惯的，都有这个惯性的否定者，他们在否定我们，否定你，否定我，你做的不行，你不够，你没有资格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你的讲道太烂了，没有人听得下去，非常非常的糟糕，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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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年轻太年轻太年轻，你做不下去，你做不下去，做不下去。
Everything basically is no. 告诉你，你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这样的习惯性的否定者，他们会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你打击，轻轻的讲一句话，让你觉得自己不行。当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走到红海的边上来的时候，那个百姓说，我们会死在这里的，我们不会到那个应许之地去的，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还有我想到在人类的历史上， 当人类要登上月球的时候，到外太空去的时候，哇，那个时候有多少批评的声音，他们说怎么可能啊，我们就在这个地球上好好的，怎么可能到外太空去？要知道很多时候那些否定我们的人，否定你的人，弟兄姐妹们，他们并不一定是坏人，他们很爱你。事实上我们很多生活当中很多的否定者，他们爱我们，他们希望我们过最好的生活，但是他们就是用错误的方式去评估你。他们说这件事情做不行，你做不了。要知道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前面一个系列里面讲到，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独特的计划，给我们一个独特的意象，给我们一个独特的梦想。那么因为那个意象和梦想是神单单的给你的，神没有给别人，所以当别人不明白你这件事情的时候，别人就说你不行。通常当人遇到一件事情是他们不了解的时候，人会用消极的方式去评价。所以当你做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当你做一件事情，开一个生意，做什么事情是别人不理解的，不了解的，我告诉你，别人一定会用消极的办法来打击你，就说你这件事情做不下去了，你这个店开不下去，这个生意不会成功。所以他们倾向于用消极的方式来对待你我。弟兄姐妹们，我自己去回顾，其实我的生活里面，我的生活就是一个最大的去忽视那些否定者的见证，我就不断的忽视他们讲的东西。大部分我再想想看，很多很多我大部分事情所做的，他们不相信。我告诉过大家，我19岁的时候才受洗，在一个几代人都信耶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的上面又信耶稣的一个基督徒的温州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19岁才信主。我记得我7、8岁就信主，我奶奶说不行，你还太软弱了。那我到了11、12岁，我说我要受洗了，他们就说不行，你太软弱了，你受洗又犯罪了又怎么办？然后到了我15、16岁，我读高中又想受洗呢，他说不行，你还不够，你太软弱了，你一受洗然后你吃那个圣餐，你犯罪怎么办？你就吃了自己的罪。然后等我18岁去上大学，我去参加了另外一个教会，然后等19岁，我记得很清楚，我是5月份受洗的，我就打电话给他们说我要受洗了，那因为我在另外一个地方怎么样，他们管不了我，所以我非要受洗。那我记得很清楚，我打电话给他们的时候，我们家里面几个女人都在，他们就说不行，你还太软弱了，你不可以受洗，你一受洗然后领圣餐你又犯罪，你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弟兄姐妹们，我就忽略这些的否定者，所以我到19岁的时候才受洗。你可以想象吗？在温州这样子的几代人信主的家庭里面，所以神常常会跟我们讲一些事情，神给我们一些感动，别人不理解，别人总是从外表上去看，因为他们没有我们同样的梦想。 Of course 他们有他们的梦想。我记得当我在德州刚刚读完神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感动，我要去新的地方，我要搬离这个德州，因为在那里太久了，太舒服了，弟兄姐妹们。然后在一个新的地方全新的开始，从那些不认识的人当中开始去服侍神，从零开始。然后就开始跟周围的人开始慢慢的讲这个想法。那我记得我的最好的一个朋友，他不是一个否定者，他就说如果是神的旨意那你就去吧。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还蛮看重他的想法的。如果他说 No， 你看德州有这么多的华人教会你找不到，你为什么跑到其他的地方去？所以要知道神给人一个感动，所以我觉得很庆幸。你要知道有时候否定者他可以停止上你的脚步，他会告诉你你不行，你停下来，你不要做。但是呢，如果有人鼓励你，你会继续的 follow 你的声音。所以如果我们去听那些否定者的声音不听神呢，
那个工作就停顿下来，你的生活的计划就会停顿下来。有时候我们问的人，有时候讲的讲事情的那些人，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人很敬虔的？我在达拉斯神学院那些人还不敬虔，但是你会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你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会告诉你，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常常做决定的时候啊，你跟那些智慧的人讲话，去听听他们的建议怎么样。但是很多很多时候那些敬虔的人他们也会错，他们不是坏人，他们就是无法看到我们看到的观点，他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看到的那个意象。所以 当许多的人去追求梦想的时候，十个人当中有九个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因为害怕周围的人跟他们讲消极的东西。十个人当中九个人不敢做，害怕，害怕听消极的声音，害怕听到批评，所以就不敢做，因为他们看到的东西就是消极的东西，听到的东西就是消极的东西，所以那些的否定就好像巨人一样的在他们的面前，所以他们就害怕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面对反对的声音，当你听到就是否认，直接否认你的那个声音， What do you do? 直接的否定你，说你不行。圣经当中就有很多很多的模式给我们看，我们如何学会一个技巧去面对这些的否定者。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故事，这里就是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故事，就是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我们知道这个牧羊的孩子大卫，他在外面看羊，那么以色列人呢在前线跟非利士人这个时候打仗，因为他们很软弱，那非利士人当中有一个巨人非常的高大，他一出现不用打仗，大家已经非常的害怕了。然后大卫最后就出来说，让我跟这个人来比一比。但是在大卫跟这个巨人面对面打仗之前呢，大卫先要面对另外四个巨人，大卫先要面对这四个巨人否定他，大卫要面对四个否定者，他们不相信大卫的能力，不相信大卫的本领，不相信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所以大卫先要跟这四个巨人先打一仗，然后最终才来跟哥利亚打仗。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要来看大卫和跟哥利亚怎么打仗，我们要来看看大卫跟哥利亚打仗之前，他要跟四个巨人，四个否定他的巨人先来打仗。他们说你不行，大卫你做不了，大卫你肯定会死，你肯定会失败。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四个巨人的否定者。首先呢，大卫的父亲，大卫的父亲要阻止他，这是大卫生活里面的第一个否定者。弟兄姐妹们，你们做家长的，许多时候家长通常是第一个出来阻止儿女成功的人，家长第一个出来去否定孩子，说哦你不行，你没那个能力。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十二节说，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呢他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然后呢十四节说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大卫呢，他的哥哥们都去打仗了，因为他的哥哥们都很高大，都很英俊，都很厉害，那他的哥哥们都去打仗去了，那大卫呢就被父亲留在家里看羊。父亲说你最小，你最稚嫩，你没用，你留在家里看羊好了，你能做什么？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被人留住做其他的事情？你说我也要去，别人说 No， 就凭你，你不行，你不行，人家去你留下来，你留在家里，你被别人留住。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个喜欢把我们留住拦住我们的谁？ Your parents， 你的父母亲。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们，长辈们，你们 做家长的，很有可能很多时候你说的你做的，你跟孩子说你不行，你留在家里好了，你就放养好了，不用做，你做不了，你没有那个能力。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人把你拦住，耽搁你，耽搁你的发展？有些人你被拦住因为你的年龄，别人要么觉得你太年轻，别人要么觉得你太老。有些人他们遏制你因为你的性别，男女不平等啊，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女的，
你做不了，你没力量，然后还有一些人被遏制呢，他们的种族，他们说你是这个种族你不行，还有一些人被遏制，因为他们国籍，还有一些人被遏制呢，因为他们讲的语言，还有一些人被遏制，说你不行，你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别人说因为你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你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你没有别人有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比如说小孩子们在学校里面读书，别人体育比他好，音乐比他好，画画比他好，或者学习上比他好，他就在那个班级里面受到抑制。事实上在这个房间里面的每一个人，弟兄姊妹们，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遭受过抑制和歧视，别人用一样的标准来告诉你，你不行，你做不了，你不是那个人，你没有这样的水平，你不是那个正确的人，你长得没有别人好看，你没有受过那样的训练。而很多很多时候那个抑制来自谁？父母亲，来自父母亲。你的父母亲不行，你的父母亲说你这个孩我的孩子不行，在别人面前说我的孩子没用，我的孩子还是不够，我的孩子没有办法跟上。还有时候呢，是一个丈夫，一个太太，兄弟姐妹，好朋友。大卫的父亲就跟大卫说，哥哥们都可以去上前线去打仗，你不行，你就留在家里牧羊好了。所以这第一个否定者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单言的工作，把大卫留在家里，不要让他到外面去经历战场上的风险，不要让他去经历，不要让他就觉得大卫你不行。要知道当上帝给人一个梦想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上帝给你一个意向让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件事情从来从来从来不会立马的发生，通常的在圣经里面那些事情发生之前一定会有一段时间的单言。神说哦，你先等一等，他说这是我在你的生命当中要工作的，然后一定会在这个梦想，上帝给你梦想，然后等到那个梦想实现之间呢，有一段等候的时间，神要把你准备好，神要把那个计划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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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样子拿出来给你，总有一些滞后。然后当那个时间滞后的时候怎么样，否定者就进来，否定者说你哪有什么梦想，还没有，还不发生，根本没有，根本不行。然后他们进一步进来要使那个事情单言。大卫的父亲觉得他不成熟，你没有经验，你去战场上怎么打仗，你怎么可能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当扫罗在那个做君王的时候，扫罗的所作所为上帝已经看不下去了，所以神就去跟撒母耳先知说，撒母耳，我要告诉你以色列的第二个君王是谁，就是耶西家里面一个孩子，你离开拉玛，你到伯利恒去，你去耶西家里面高他一个儿子做王。然后撒母耳呢就离开了拉玛，就到这个伯利恒耶西的家里面去。然后他来到耶西的家里面说，耶西啊，上帝告诉我说我要高你的一个儿子做王，做以色列的第二个君王，因为上帝已经看不中扫罗了。然后呢，这耶西有八个儿子，然后呢他把七个儿子全部带出来放在撒母耳的面前，撒母耳就一个一个看上去，大卫每一个哥哥都很高大英俊，都很好看。撒母耳看第一个不是，第二个不是，第三个不是，第四个不是，看到第七个没有一个是，他的哥哥们都很高大英俊，都很好看，看上去肯定是做君王的，或者是做宰相的。上帝说不是，然后撒母耳就问耶西说，你还有没有儿子？耶西说，哦，我还有一个小儿子，第八个在外面放羊。撒母耳说，你把他叫进来。然后当大卫一进来的时候，上帝说，这个就是了，用高高他。弟兄姐妹们 see， 许多的时候家长所做的工作，遏制儿女。你想想看，你有时候你的言语，你的行为，有没有去遏制那些孩子？哪怕你把那个要求定得很高，你还在抑制他，因为你用你的标准，用你那个狭隘的一点点 standard 去制约他，去衡量他。所以上帝告诉撒母耳说，大卫要高大卫做王，
然后大卫在大卫高了做完之后要等多少年大卫才做完，很多很多很多年之后大卫才真正的进驻那个犹大城做以色列的王，有很多年。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个 delay， 所以那些人看到大卫这么幼小又是弹琴，哦，太稚嫩太稚嫩，你不行你不行，你不可能做君王，所以他的父亲就阻止他。所以在人的生活里面，第一个出来遏制人的发展，遏制人，遏制上帝在人的生命当中那个梦想的实现是谁呢？圣经说父母、家长、父亲。所以我们要不要悔改？要不要悔改？弟兄姐妹们， We have to repent. You have to repent. You have to admit your mistake. 第二个否定者呢是什么？每一个人都很害怕那个环境当中，他们在那里打仗，他们在那个前线，然后呢每一个人都很惧怕，然后那个惧怕就弥漫在整个环境当中。那个哥利亚一出来大家就跑，那个哥利亚一出来大家就很害怕，大家都觉得这个哥利亚是不可以打败的。哥利亚呢在当时就制造了一种文化，哥利亚一站出来以色列人就害怕，军事上的害怕，文化上的害怕，每一个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不可能啊，打不过这个人，这个人是无法打败的，他太厉害了。每一个人在那个国家里面都非常非常的沮丧，觉得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打不过他，有一个巨人在他的面前。弟兄姐妹们，有没有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一件事情，大卫的父亲所做的，在大卫的工作当中迟延，让他在那里放羊，让他在那里做那个让人看不见的小事情。那第二个呢？第二个事情是神的梦想在你生活当中当言的，就是害怕和沮丧。你看到那个哥利亚你就害怕，你看到那个哥利亚就沮丧。有一些人看到一些小事，看到某一类的事情他就要叫，所以有时候我想想你叫什么叫啊， settle down。 他因为他看到那个哥利亚就害怕，害怕的声音，呼喊的声音就叫起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是父亲，有时候是朋友，就让我们觉得沮丧。你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件事情不可能打不过的，圣经怎么讲呢？17:8，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个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们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他们没有打仗，根本没有肢体之间的搏斗，只是他一个人站在那里，然后他就骂几声，他们就害怕了，他们就惊惶了，极其害怕。弟兄姐妹，是极其极其害怕，蔓延在整个国家当中，蔓延在整个社会当中，根本没有打到你，根本没有碰到你，只是在话语当中叫，他们就极其的害怕，整个文化里面就有一种惧怕。这一点我就想到疫情，每一个环境当中就是这样子，自己吓自己，自己害怕自己，没有淋到你你就害怕，根本没有来到你家里你就害怕，就躲藏，是不是这里圣经说的就惊惶极其害怕？这是一种典型的公众的心态。弟兄姐妹们，许多时候公众的意识是错误的，公众的想法是错误的，大多数人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大多数人的认识是错误的，大部分人今天在美国社会里面的认识错的，你如果跟着这个文化走，死路一条，到地狱里面去。那个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们走到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走到了这个应许之地的边缘，就在隔壁了。
十二个探子当中有十个人回来说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怎么打得过他们啊？我们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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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像蚂就像蚱蜢一样，他们太巨大了。整个营的人听了之后就害怕。公众的意识，大多数人的意识，大多数人的意识是害怕的。我告诉你，一点点小事情没有淋到，根本没有淋到，就极其的害怕。所以有一些人生病不是因为真正的那些真正的事实而害怕，而是因为那个事实而生病。是因为什么？惊惶，极其害怕。你每一天处在害怕当中，我告诉你，你的精神会崩溃，你会有 depression， 你会有焦虑症，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精神的疾病。所以做人不能害怕的哦。上帝告诉我们怎么样？你要刚强壮胆，因为你那个刚强壮胆的心出来了之后，你就有那个喜乐的心。那喜乐的心是什么？良药可以医治人。所以这些人就一直的听那个错误的声音，错误的声音，错误的声音，说你们，他就跟非利士人说，以色列人你们不行，以色列人你们不行。撒母耳记上17:16说，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天是一个轮回完整的。他就每一天出来叫吗？每一天出来叫吗？你要知道，如果你如此久的每一天都听这些东西，你就相信这些东西。你在生活里面听谁的声音？你听那些人跟你讲，你说你永远不行，你不够，你要毁掉一个孩子。你最好的办法就是每一天跟他讲，你不行，你不够，你不行，你不会成功。你真的这么做你就愚昧了。我告诉你，你告诉他你可以，你相信你自己，为你祷告，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很多人呢，他们不听神的声音，听谁？听自己的声音，他们自己跟自己讲话。有很多的人自己欺骗自己，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但是因为你自己跟自己讲的话不一定就对哦，很多时候自己跟自己讲的东西是错的。我们必须要听神的声音。当你大量的时间在那里听那些消极的东西，人就会变得瘫痪，你就会太害怕。当你做一个工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你所需要的都是就是一双鲜活的眼睛，不一样的观点从外面而来，进入到这个 project 里面，重新的审视这个 project。 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大卫的身上。这个就是大卫，这个牧羊人突然间出现在战场上面，他没有来到前线，他之前没有每一天都在前线，他没有一天到晚40天的听这些消极的声音，他没有一天24个小时一个星期7天的守在那个电视机前面说现在疫情有多可怕，现在又来了什么病毒，又有什么变种。大卫根本没有被这些消极的东西影响到，因为他没有在听这些东西，他是一个新人。He has no idea what's going on. 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他就进来说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啊，有什么好害怕的，上帝与我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 pay attention， 你花多少时间坐在那个电视机前面拿着那个手机天天看？我不看了，没有时间，没有那个精力。你一越听多了，你已经失去了那个新鲜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偶尔一看电视非常非常的敏锐，我知道这是错的，这是假的。你天天住在这个美国人的这个 media 当中， Oh my goodness， 都是那些错误的东西，你的观点已经跟它融合了，你哪有那个力量，你哪有那个 sharp 的眼光去辨别这是错误的东西？你没有办法的，你的视角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迟钝。你自以为觉得哦，这是很美国化了，跟得上时代的潮流。No, it's trash. You just have no idea. 所以大卫就做一个局外人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他就觉得这是个小事情，这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可以跟这个人打一仗。所以他怎么说？他们正说撒母耳记上17:23的时候，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说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人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的害怕，又是逃跑又是害怕。上帝的儿女多么的没有荣耀，
一点的一点的荣耀，一点的一点的一点的勇敢的心都没有，对不对？害怕，害怕，逃跑，逃跑。今天的社会造就的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基督徒也是害怕。以前的时代的基督徒怎么样？每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基督徒都是冲在最前线。打仗的时候，基督徒去收拾，帮忙收拾那些尸体；打仗的时候，基督徒去帮忙做护士、做护工、做护理。今天的怎么样？基督徒一点点，有一点点病，完了，不要聚会了，解散好了，不要有教会。Something like that。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需要醒察。今天的文化带给基督徒，今天魔鬼的声音带给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工作？逃跑，极其的害怕。所以这些东西我要不要去读？我基本上不读任何媒体上讲的这些东西。No， 圣经也讲不要跟那些消极的人走在一起。你最好的朋友不应该是否定者，弟兄姐妹们，你最好的朋友，你说这个人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但是他怎么样？他常常的否定你，我告诉你，他不是你的最好的朋友。你最好的朋友不应该是那个否定你的人，你最好的朋友应该是肯定你、支持你、为你祷告，而不是常常在你旁边说你不行，你做不下去，你的工作太烂了，你这个工作的钱赚的太少了。我一听到这些人，我就说哦，那个人不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No， 他在鄙视他，他在看不起他，他在言语行为上抑制他。他为第三个否定者呢，否定他的巨人是谁？又来自他的家庭，他的哥哥们质疑他的动机，他的哥哥们就怀疑他的动机。当你做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肯定会有人怀疑你的动机，尤其当你跟别人分享你的意向和梦想，别人会说哦，你骄傲。当你分享一个大的目标的时候，别人不懂，别人会说你不知道你在那里讲什么。当你分享一个目标的时候，别人不理解，别人不理解你到底想要做什么，所以别人会怎么做？不赞成，不支持。所以第一个呢，有延迟的拦阻；第二个呢，有让人沮丧的拦阻；第三个呢，不赞成，不支持。这是很伤人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想要别人赞成，我们想要别人支持，尤其是家人，所以我们想要我们的家人支持我们，我们想要我们最好的朋友支持我们。所以当一个家庭成员觉得你很差，觉得你不行的时候，这是非常伤人的。弟兄姐妹们，总有否定者就居住在我们最周遭，居住在跟我们最亲近的地方。那比如说大卫这里就发生了什么呢？圣经说大卫就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着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着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弟兄姐妹们，活生生的这个对话就在我们面前。在这里谁是那个最骄傲的人？大卫只是问一个问题说，杀死这个非利士人的赏赐，亵渎杀死这个亵渎耶和华人的赏赐是什么样子呢？他哥哥怎么样？他哥哥用藐视、用怀疑、用厌恶来对待大卫。有时候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刚好是谁？家人，除了父母亲之外，兄弟姐妹也会的，就藐视你、怀疑你、厌恶你，不想要你去完成那个梦想，不想要那个事情发生。而且很多时候当你真的要开始可以做那个事情的时候，那个天平就失去了平衡，他们继续的会藐视你。所以在这里大卫要进入到这个战场里面了，大卫要介入当中了，谁在那里藐视他？他的哥哥。所以很多时候人们会误解上帝给我们的意象，大卫对神有巨大的信心，但是他的哥哥们没有。
他的哥哥们可能长得很高大很英俊，但是只是个样子而已。大卫呢？大卫说，让我来对付这个人。大卫的哥哥们说，你是个傻子，你这么骄傲，你目中无人，你自负，你就是骄傲想来看看打仗。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听见神话语的人会去论断那些听见神话语的人，说你太骄傲了，你算什么，你以为你是谁，你做不了的。大卫怎么做？大卫让上帝的伟大来决定他的信心。大卫看到的是，哦，上帝这么伟大，我们就靠上帝。如果你用你自己的大小来衡量你的目标，弟兄姐妹们，你那个目标就一点点小目标而已，小小的。如果你让上帝的伟大来决定你的信心，你的信心是巨大的。如果你用你自己的大小来衡量你的信心，你的信心小得很，你的生活范围小得很，因为靠着我们自己完成不了多少。如果我们让上帝的伟大，让上帝那个巨大无比，因为上帝大大大大到什么样，超过大，大到我们无法去衡量，他大到一个没有疆界，他要介入进来，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你说上帝有多大？根本没有一个大的词来形容上帝，大的无比，那个信心那个能力，上帝会进来。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力量的时候，想想看上帝那个巨大无比的力量，他要介入到我们的当中，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所以当你在做决定，当你在给自己设立目标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那个目标随随便便可以靠着自己完成，那个目标不是从神来的目标，那个目标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定的目标。如果你定下来一件事情要去做，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哇，你随时都会跌倒，随时都会失败，只有上帝进来拉你一把，你才不会倒下去。 Let me tell you， 那才是上帝给你的目标，那个才是上帝给你的意向。要知道当上帝给我们梦想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会被误判，别人会，你会被误解，你会被轻视，因为他们没有听见神叫你做的事情。所以大卫说，杀死这个非利士人的工价是什么？别人确实就把这个工价告诉他说，哦，你杀死这个非利士人，你会被给予很大很大的财富，然后呢，扫罗王的女儿要嫁给你，还有呢，一辈子不用交税。哇，弟兄姐妹， How attractive， 你一辈子不用交税。圣经里面有，已经有先例了，任何人打死哥利亚，那个条件就是这样子，这三个条件就给你。他的哥哥们说，大卫你做不了，你不是这个人，你不配拥有这个赏赐。所以第一个我们生活当中的巨人，可以是来自父亲父母亲，可以是周围的环境否定你，把你压倒。第三个还是大卫的家人，他的哥哥们质疑他的动机。第四个呢，专家们会出来去质疑他的能力。当你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有专家跳出来的，专家跟你说你不行，专家会出来怀疑你的能力。大卫从来没有打仗的经历，他没有军事的训练，他不在海军陆军空军，他没有任何的训练，他手上有的就是那个机弦，这样子摔摔摔摔摔摔，他知道怎么用，他很灵巧的会用这个机弦去杀死那个狮子和熊，来对付那个动物，但是他没有专业训练的知识，没有专业的训练，怎么样军事打仗，别人就看看他的那个 resume， 就说，哇，大卫你不行，你不成熟，你没有办法。所以当这个没有经验没有履历的人说我要上去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扫罗王就把他叫到他的办公室来，扫罗王就把他叫到他办公室来，就要跟他讲话。这个对话怎么说？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那扫罗就对年轻的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太年轻，你自幼就做战士，你就留给那些专业人士吧，你就留给那个特种兵吧，你做不了，
你太年轻了，你应该把那件事情留给那些有专业训练的人。弟兄姐妹们，当你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做事情的时候，别人会跟你这么讲的，撒旦会跟你这么讲。比如说有时候我请你教主日学吧，有些人会讲说，哦，我没有读过神学院。 Let me tell you， 你不需要读神学院去 教主日学，太浪费了。很多时候当你介入到一个领域你之前没有涉及的时候，上帝叫你去做，别人会说，哦，你为什么要开始这项事工，你又不会，你又不是专业出身，你就留给专家好了。我想到的是，弟兄姐妹们，圣经当中最伟大的一个例子，挪亚的方舟是谁造的？是一个业余爱好者造的。挪亚他之前从来都没有造过方舟，在那个之前船是什么都不知道。最伟大的人类历史上的一项工程，业余爱好者做的。那我又想到呢，泰坦尼克号怎么样？用了几百位的专家，几百位的造船的专家，弟兄姐妹，力学的、物理学的专家、结构的专家，说这个泰坦尼克号永不沉没，对不对？永不沉没。几百位的这个结构的、力学的、物理的，我可以想象的，他们很多很多很多的专家，怎么样？第一次航行，一个就是业余还有爱好者，一个呢专家。业余爱好者，我们请业余还有爱好者做的时候，我还想到，你请业余爱好者做事情你不用付钱的，但是你去专家那里做事情呢，一个小时收你几百块，500块、800块，对不对？很多很多的时候你要出来做事情，专家就出来跟你讲，你不行啊，你做不了，你没这个本事，你从来没带过，你没有服侍过，你不行。弟兄姐妹们，事情做得最好的，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工程，业余爱好者完成，业余爱好者完成的最伟大的挪亚的方舟，业余爱好者完成。所以永远记住，记住这一点，别人说你这个不行，你没有学过，你没有读过，你从零开始。业余爱好者往往胜过那些专家，往往胜过那些专家。所以那个时候，那一些人不赞同大卫，看不起大卫，整个环境出来要压倒大卫。大卫身后站的是神，大卫身后站的是上帝啊，不是所谓的人的心，不是所谓靠着人的力量，不是靠着他父亲的标准，他哥哥的标准，扫罗王的标准，整个社会的标准，好像每一个人都害怕。 No， 他要站出来，他要站出来工作。所以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只是开始一个引言，看到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人会来否定，我们下一次会看我们怎么样去deal with， 我们怎么样去应付这一些的人。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做一个坚固的人，不会因为别人那些否定的话我们就摇摆。 No， 你就坚固的做你自己，坚固的做上帝给我们做的事情。好，我邀请弟兄姊妹们一同站立，我们来唱结束诗歌。Thank you.
坐。下面是迎新和家事报告。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内中跟我们聚会的朋友弟兄姊妹？你们好，你们好。好，下面是有一项的家事报告。在8月27号星期六下午呢12点到4点呢，英文部会举办一个以家庭为主的这个娱乐的一天，主要是面对有孩子有青少年的活动，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家里有孩子的那一天，可以带来8月27号12点到4点，不需要带菜，他们会准备简单的 picnic food， 所以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参加。好，下面是奉献的时间，请思思到前面来。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感谢你赐给我们一切的平安和丰富。主，我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继续的奉耶稣的名为我们建堂的工程来祷告。神，恳求你的右手穿梭在我们建堂的事工当中。主，你在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当中，神，你做开路的工作，你带领我们建堂的工程在你的时间在你的旨意当中顺利的进行。主，你帮更多的帮助我们在建堂的工程当中，在这段时间当中，在等候当中，让我们来仰望你，让我们用祷告来仰望你，用信心来仰望你，让我们在信心当中守候，因为唯有耶和华所造的工程才能够长久的立定。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的家庭，家庭当中有和睦，家庭的需要上天天的被你有供给，帮助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人的家中都有健康，有喜乐，有平安伴随着我们。主啊，祝福我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参与我众弟兄姊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散会。